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ndy 另一支教学影片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如何与他人共同管理域名，而不需要共享账号密码。您在帮客户建立网站或是系统时，会协助客户注册网域名称吗？很多时候，您可能会遇到需要共享账号密码的问题。与客户共用账号密码，很容易造成资讯安全问题与滥用权限。Gandy 在 V5 系统上线后，开发了协作管理系统，让您能与其他人共同管理网域名称，却不需要共享账号密码。今天我们就来示范如何设定与其他人共同管理网域名称。在您登入账号后，点选左侧选单中的域名，在域名列表中找到您要设定的网域名称。点选上方协作分页，点选共同管理按钮。您可以在快速设定权限页面调整受邀人的权限，在上方输入 Gandy 账号或是电子信箱。若需要同时邀请多个管理者，可以按下邀请更多人的按钮。调整完权限与输入受邀人之后，按下下方共同管理。系统会发出邀请信，只要受邀人点选邀请信的同一连结，即可共同管理此域名。您可以在快速分享的权限页面，利用筛选功能来查看各项权限的拥有人。当您需要取消权限时，只需要删除使用者即可。现在您已经知道如何授权相关使用者域名管理的特定权限，以保障域名的安全性。谢谢您收看今天的教学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 Gandy 的 YouTube 频道，观看更多影片。